我们今天继续跑位，好不好？今天继续把练的东西跑位，两个脚给我动起来的。现在我们要把拍子提起来，今天我们打球要学赢钱了，好不好？说话。赢钱，动起来，赢钱，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怎么感觉那拿的不是你自己的拍子呢？是不是？是啊。你看现在，来，起来，赢钱是把拍子提在这里赢钱，在这里出去赢钱，不是在这里，这里就是往上，这里赢钱不了，要把拍子提起来，这里赢钱。好，握拍的时候不要这样子扣，不能这样子扣啊，这样子，哎。在这里就是赢钱，这里就是往上，这赢钱啊，把拍子提起来，好不好？手要不要放松一点？要不要？那脚怎么动？动我看，脚动我看先。对对，转腰转腰，放松放松，好，放松停了，这里放松啊。来，预备，一。啊，拍子在哪里？没状态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腰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，手要放松，一、二、三，对了，赢钱，放松手，腰没转好，腰没转好，李宇航，好，是不是这？击球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学过赢钱。击球的时候，在这里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在这里击，对不对？那在哪里击？这里击是对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？球是在这里击出去的，还是在这里击出去？哦，那是在前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手要放松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学赢钱。对，赢钱。一。二三四，转腰，一二三四，声音呢？赢钱，赢钱，转快，好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赢钱，赢钱，哎，现在状态不好啊，我告诉你啊。哎，对对，在赢钱，对对，加油加油啊！不等球，一定要赢钱。呜呜哟，哎呦，这么猛啊！哇哇哇！转腰转腰，对，上来，转，一二三四，一，又慢了又慢了，好，动起来。这个时间是对的，蹦蹦上去。对啊，不要等球，不能等球啊！来，对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，要打上台啊，好不好？哎，脚先启动，不是不是启动的时候赢钱是这样子赢钱。啊，到赢钱转腰转过来，腰，哎，对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对，再转过来赢钱，注意找位啊，李宇航啊，上去，那上去呢？对，过来呢？过来呢？上去呢？哎，跑到位，对。过来呢，好的，好，赢钱，跑上去，过来，跑得不够快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今天下午我教你盯球盯哪里？球拍啊，对啊，那球拍是对的，盯我的球拍，注意力集中。哎，对，漂亮。好，赢钱，步伐跑到位，好的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上去，还
还不太熟，但是要跑，打多了他就熟了。哎，步伐上来，对，动，这里，好的，上去，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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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一二，转腰转腰收住，哎，漂亮。那你注意力集中没有？哎，不知道啊，应该是集中。你这里干嘛？这边打球的，这边有茧了是不是？哦，很脏啊，你的手啊，没洗干净。来，加油，到，看球啊，蹲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上去，对，上去，一，漂亮，好，注意看我的拍子，五。不要乱跳，蹬好就可以。一、二、三，哎，你看教练的拍子，注意看啊，判断好啊，判断好啊，判断好，对呀、啊，判断好，好，再判断快点，不够快，没声音啊，那漂亮，哇！到位啊，漂亮，五、哦、跟上，哇，这几个球打得好的，哎，对对对，移过来移过来，上去上去，哎，脚底一直跟着球走，好，注意力再集中一点，一直跟着我的球走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我走走，好，慢了慢了慢了，再快点，再快点，累了，来跑，盯好球，哇，好的，这小孩动，判断，一，哇，对对，脚跟上，哎，动动，好的好的，好，打，注意先动脚再打球啊，上去，好的，哎哎哎哎哎，注意力不够集中，对不对？我要批评你啦，我要批评你啦，你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啊？啊？为什么不注意力？我批评你了，我觉得你做的不好，注意力没有下午那么集中。说话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就可以了。为什么没有做好？那我们要不要再注意力集中点？要打好点，完了我们就回家。来，加油！要不要加油？再来一次，加油！哎呀，这次响了，注意力集中点，快点，可以，注意力集中，走，哎，漂亮，哎，稍微好一点了，哎，注意力集中了，跑位上去，哎，上去，扑。你不用怕，到正手位这种球不用怕，大胆的扑上去，好不好？怎么啦？撞到这里了？没关系，男子汉这么一点点怕啥？不怕，来，一，哎，扑上去，对了，对了，扑上去，好的，哎呦，好，上。扑上去，扑上去，好的，好的，再上去一点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上去，好的，哟，好，表扬一下，可以，现在会跑一点了。
现在就是先天性的脚底不灵活，现在在训练呢，学得很快，注意力也集中，但是就是步伐是他的，现在这就是要加强他的步伐，他的步伐上来这小孩子很容易就打好了，现在所以说让我天天加强他的步伐，练段时间应该就有改观了。有些东西是先天不足后天补的，对，好的，上帝是很公平的，他给你好的也不会给你全部把所有的好的东西给你，肯定有一些不好的，比如他注意力很集中，比如说他很聪明，这是上帝给他的，但是他的协调性还有步伐不够好。跑起来，我们就要练啊，好的队员谁都会带，但是把不好的队员带得好，那是要靠水平的。走，动动，过来过来，漂亮，再来啊，上，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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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哇，很棒，你感觉你表现得好不好啊？李宇航，你表现得好不好啊？不知道啊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这个小孩子2014年12月份的，将近2015年了，快点，4岁多，来，5岁半，你有5岁半吗？你过生日了吗？你没有过生日啊？早过了，哦，走，跑起来，哎，漂亮，漂亮，好的，哦，可以，这个步伐再练的灵活一点，赢钱，这个步伐训练的项目很有帮助，你不要让直接发的反应不过来，这有个反应的余地。来，李江涛，不要乱跑啊，跑起来，对的对的对的，蹬起来脚底，对呀对呀，哎呦，猛一点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可以，人家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，跳起来，漂亮漂亮，走过来走过来，哎，这步伐慢慢练的，过段时间看体能上来步伐好会不会好一点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哇，给我动起来啊，过来过来啊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赢钱赢钱，啊，累吧，对对，压住一点，漂亮，对对对，哎，给我蹦起来，对对，哎呀，好的呀，很好啊，转起来，像个男人的样子，对呀对呀，对，转，赢钱，1、2、3，动动动，1、2、3、4，赢钱赢钱，动动动起来，李宇航，嗯，很棒，嗯，开始了，可以，对了对了，跑起来，唐教练他的脚底跑对了没有啊？不要弯，不要弯的太多，膝关节不要太下去，现在对不对？不要往下压的太多啊！不要往下压的太多，膝关节不要往下压的太多，
但是呢速度有点出来了，你看他敢赢钱了。哇，这么猛啊，为啥啊，为什么啊，加油，为什么，加油，像个男孩子，对了，像个男孩子，打给我看，好的。其实他已经很累了，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练早上两个小时，下午三个小时，晚上又一个五六个小时啊，一个五岁多的小孩子，他很累的，但是要坚持住啊！很猛啊！加油！哇！啊，带起来！哎，漂亮，漂亮！哇，棒棒的！放啊，拍子！黄教练给你计秒啊！从这里，这边。用这个手摸，跑过去用这个手摸，摸到这里，从那里过来算，啊？啊？这样。什么？摸台。摸台，还说是摸台。摸台，对啊，摸台，对啊。这边摸，来，你看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这样子，对，来，你来这里来摸，这里来，来，我们开始记啊，我们。看你的速度怎么样啊？看我的手，我们这里过来算一个来回，五个来回。你给他计秒，你给他计秒，你给他计秒数，我来计他的秒数。预备，走。一。三四四我完成五十六秒七八。你想知道小苹果跑多少秒吗？十三秒十四秒就跑完了。再来一节，再来一节啊，预备走。一快点，十六秒六五，可以啊。我是十五秒。好，再来一组啊，最后一组，三组的啊。我们三组，预备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快点。五，哎，十四秒还可以。十四秒。累吧？不累，我要接着来，接着来。不用啊，两个手这样子去接，动，一个手就行。你要攀到，看我这里啊！啊，对了，哎呦。哎呦快点，一个都没接到。来，预备，好的，接到一个了，接到一个就放啊，扔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接到两个了，对，跑啊，跑起来，三个了，四个了，哎呦五个了，扔掉，来再扔，来再来，一二
四，哎，六个，再慢慢会接了。哎，对了，胖站好，高兴的要死。你看，你看，预备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五。你看，人家天天跳这个步伐就灵活啊，对不对？你来啊，你不敢、啊，你怕啥？预备，开始，一二，你蹬快一点啊！来，到这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跳，跳起来，预备，一，你不要怕啊！开始，一二跳，你不要停，你就跳就可以，一五五，来，跳跳蹬着，一二三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快，好快，好，你来试一下，不怕。一，那我挺害怕。啊？我真害怕。啊？我真害怕。你害怕什么？我真害怕。不怕不怕不怕，没关系。跌倒，哎，我们跌倒我们就爬起来，不怕啊。来。我也怕踩着你。踩着我也没关系，黄教练这到处背。小苹果踩，你踩到我，我不怪你，好不好？我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快点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这不行了吗？我也要来一次。对吧？是不是很厉害？我也要来一次。来。你看，哥哥都没你那么厉害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呀，你看哥哥。预备，走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。哎呦，来，你来，上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四六七八，跳跳，九十十一十，大胆，不怕不怕，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，跳，反应不过来，反应不过来，反应不过来。